内地潮流玩具公司泡泡玛特第一日挂牌已经系高开超过一倍啊！开市咧系报七十七个一吓，比三十八个半嘅招股价咧就高一倍。唔计手续费，每手账面赚咗$7,720，系继京东健康同埋华润万象之后，今个月其中一只最受追捧嘅新股。之后咧一度曾经突破$81，跟住就升幅收窄啦。嗱，佢公开招购咧超额认购近$350，国际配售都超够咧$43，中签率咧就得$1.5嘅啫。管理层期望未来咧成为更加国际化嘅企业。 今年是我们的第10年，10年磨一剑，希望未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国际化的企业，也希望我们能成为一个更加完善和丰富的潮流文化的平台，给更多的人带来美好和快乐。